先来一段音乐，我们请这个恩德弟兄跟这个嘉威姊妹他们来弹上一首 You Raise Me Up 的轻音乐。好，请开始。
哦，主耶稣，哦，是呼出我们的自己，主耶稣是吸入他的丰富。那这首诗歌说到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说我们呼求仰望主的保守。好，那我们接着请第一组他们来先表演这首诗歌《呼求》。Thank you.
谢主。接着他要演唱的第二首诗歌是你坐着为王，讲到主是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投靠在他翅膀的印下。谢谢主。好，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诗歌你坐着为王。
对主的一个呼喊。那接着，我们的女主他们表演的第二首诗歌是《迎上太阳》。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经过美丽的高山，有时候会经过阴暗的幽谷，但是当你抬起头，你会发现迎上的太阳它永远不改变。好，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诗歌《迎上太阳》。Oh,
我想分享一下对这首诗歌的感觉。这首歌有一句话很感动我的，就是我已得到真正自由。自由还有真还是假吗？在我的经历里的确有真假，你以为是的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是，是一条，是一个生命。我从小其实我在一个父母亲都非常爱我的一个很自由快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但因为我是独子，所以父母亲对我的爱实在是多又多，我要的东西他们从来没去给过，当然我也没有很乱要，但是我是有点贪心，因为从小到一到玩具店一看，一看上大概都是最贵的。但我不说我的眼光不到，我说我里面有一种渴望，一个真的好的东西，一个真的值得我要的东西，我想享受它。从外面来看，很多正弟兄姊妹都觉得，哇，你好幸福。但是，我是第一次跟你讲，从来没有人知道，我里面有个东西叫我很不自由。就这首诗歌第二行讲，痛苦、压制、忧愁，特别是忧愁。因为外面看起来我的家境实在很好，但是爱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很大，我才六岁，我爸爸已经六十岁，走在路上我好羡慕人家的爸爸妈妈好年轻的，因为我父亲得过重病几乎就离开我，实在听到教会人应主的啊，应主的恩典把他救活，但是他的身体不是那样的健康，他很爱我，也就他这样爱我让我觉得更忧愁，万一有一天他离开我怎么办，我从小就活在这样的一种阴影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来聚会，我们那时候是三人车啊，我爸爸妈妈来带着我，那我爸妈还没下来，我就在现在车上，那个车夫啊就问说，你爷爷还没下来？哦，我这句话难过了好久，因为这话刺痛了我里面，特别外面很好的时候，外面很满足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里面害怕。我是生活在一种相当矛盾的情境，很好的怕他的留不住，后来慢慢在教会中有点成长，然后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才发现到这边有一种的快乐是来了不会失去。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啊，玩这个玩那个，买照相机，我那时候还不能买一把吉他，我是买一套鼓放在家里，我没有很会弹的，我只是买的嘛。老师不要误会啊。有很多就觉得小的我们家有一套漂亮漂亮的在家了，吵一下。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外面其实很富有，但是我里面有一种人家不知道的一种忧愁，一直抓住我。每次我玩很多事情玩得正快乐的时候，就想到哪一天我父亲万一不在的时候，我就一直被这个忧愁困住。但是等到我青少年的时候进到教会里面，我教会中有青少年的聚会啊，我就去参加。在这个聚会中唱诗歌祷告，在那边呼求主名，哎呀，我第一次尝到说这边有一种的快乐来了不会走的，有一种的喜乐一直留住我。那等到我真的成年之后，我在婚姻上的选择，
我在职业上选择，我第一个会考虑的是影不影响我的教会生活，因为这个地方才是我该要在的地方，该是我生活的地方。这边有一种的快乐，它是不会离开我的。这里有一种的人深处的一种满足，它是一直与我在，只要我愿意。所以我唱这首诗歌，真的，我们向往我们都很小的自由。我记得以前我在在没多少年前吧，不是社会上流行一些广告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可以。后来讲这句话的人，后来也信了。有很多不可以，真的，你以为可以就不可以。你想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看电视，我有自由开就开，但是我没有自由关的，你懂意思吧？我没有能力去把它关起来。我知道要读书了，我不应该看的，我关不起来，因为我里面有个人在那边矛盾，在那边冲突，那个东西困住我。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叫保罗，他就说。立志行善有多活，行出来又有多活。那个东西就是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匣子在困住你。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人堕落的生命，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喜欢平安，喜欢喜乐，喜欢满足，但是除了来到教会，我今天告诉你没有。而且你那种快乐完了以后，你就觉得特别难。你特别快乐完了，你就觉得特别的虚空。好几次了，我去外面快乐了不得了，等到他们都走了，哎呀，你不晓得那种味道啊，真想撞墙啊。但是很奇妙，在聚会对教会中，一首诗歌，我们那时候在学生时代唱的诗歌叫做254。多年疲惫未能寻到一千元，永不干渴的火箭。那这首诗歌唱了半年呢，每次聚会人每次唱。那一唱的时候里面就快乐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它是一个生命，在教会中有主，有主的生命。我发觉这个自由是生命的问题，你有这个生命，你就能够享受那个真自由。所以主说，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我其实大概有35年没有弹吉他，那你现在是乱弹了，就弹一个离家500里，其他就不会了。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以前看歌唱完以后，我觉得里面就走了，难过。但是最近您的教会弟兄们在服侍我们唱诗歌，重新拿起吉他来，我唱的真的很快乐。而且这快乐会传染别人，因为这里有一个生命在这个诗歌里面让我们摸得着。就这首诗歌，我觉得哇，太好了。是在讲我的故事，痛苦、压制、忧愁，全都不留。就在我信主之后，信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让你喜乐满足，因为你得着的是神儿子的生命。
Yeah.
Thank you.
华在牧场，为我守护的名字，真是因他所受鞭伤，我们才得Stop.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想邀请你们和我们一同唱副歌，一同享受这生命的流。所以说就有人讲艺术啊，或者说音乐是最能把人啊带到神那个地方去。所以说这个福音响应完，这个诗歌响应完之后啊，我要用语言来叙述一点我们一些得救在主那边所给我们的一些经历，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排到了，那我就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生存、生活、生命。我用一个故事直接啊来破这个题。有一对兄弟啊，背着背包一起去登山，登山完回来以后，家里就在八十楼啊，这个八十楼啊有他典故的啊。这两个兄弟一到了家门口，发现停电，停电之后呢，这两个兄弟就自视啊，我们还年轻，那我们就说等，不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啊，一层一层的爬上去。这两兄弟就好了啊，既然登山又还有点体力，就往上面爬。爬到第二十层的时候，两兄弟俩互相讲说：“哎呀，我们这后面这个背包啊太重了，我们把它放在二十楼。我们呢，两个人呢，比较容易到达家里面去。”啊，我说好了，好，就开始，一面走就一面打气啊，因为剩下的力气也不多了。后来到了八十楼了，这个时候，哥哥看着弟弟，弟弟望着哥哥，然后忽然两个心头啊一阵的怎么样揪在一起了，心头一凉。哥哥，你的钥匙呢？弟弟，你的钥匙呢？最后才发觉都在背包里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体力让他再往下面去了。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人为了求生存，的确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上爬。你看看现在多少的这个社会上啊，为了真的争取一口饭，争取一个工作的机会啊，真的是餐风露宿在那个地方，就是为了要生存。那到底存在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看，圣经上也有讲到人要怎么存在，那人怎么存在啊？圣经上讲到人的存在的时候啊，神啊造万物啊是各从其类啊，人是属于人类啊，当然有畜类啊、禽类啊各种各类。他要我们人管理空中飞的、地上走的、海里游的啊，要人
来治理这地。哎，这是人真正的存在的意义啊。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真正如何的存在？谈到人的存在，我们先看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很多人给人下了一个定义，有人给人给人下的定义是说，人是一个极端虚伪的人啊。这些都是一个大哲学家尼采，人是个极度虚伪的人啊。还有人说，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两脚动物啊，一个极端虚伪的动物，都用动物来称人啊。他们对人是极度的失望。那还有一个人说，人是芦苇啊，但是他加一个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帕斯卡啊，帕斯卡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啊。还有一个人讲说，人根本就是一个傻瓜啊，这是一个更全面的啊，更有意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教训啊，人是一个全然的傻瓜啊，人是最容易亲近的。人从很多的方面啊，给人下的定义，当然只有带一点呢，他的片面的一种看法，他不是全面的看法。我所读到的圣经里面啊，他给人下的定义啊，非常的写实。他怎么个讲法呢？他说人为父人所生，哎，这很写实啊。你我都是从妈妈生出来的啊，人为父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的确是如此。出来如花啊，就被割下，悲剧如影，不能存留。就简简单单这么几句话，非常写实的把人的一生啊叙述出来。这个出来的时候如花似玉啊，啊，哪个不年轻啊，哪个不美貌？可是怎么样呢？立刻就被推下了啊，然后飞去如影，人生真的走得非常快啊。所以说有一句话讲说啊，今日红颜欺了我，这边在座很多的年轻人啊，这句话送给你们。今日红颜欺了我，红颜呐，可以把它当成青春。今天青春欺了我，明天怎么样呢？明天白发不放君呐。这边在座很多的白发，我也很多的白发啊。真的回顾起来之后，我们发觉那个岁月、那个时间的侵蚀，剥夺我们啊，白发不放君呐。啊，每一个人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寸步难行，很多的疾病缠身，这我就不去叙述了。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方式？你存在的意义，我们刚刚提到神跟我们讲，但是人到底值多少？人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刚刚讲的人有很多的定义，我讲了一个数字出来，你们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98美分就是998，啊，还不到1美元，差不多三十块多一点的台币。你想想看，这个30块多一点的台币啊，它可以买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东西？泡面。刚刚有小朋友说泡面，马上给你买个泡面，没有错。鱼饭团啊，注意哦，只能买泡面跟鱼饭团，但是那98美分。好多好多了啊！但是这98美分呐，就是人的价格啊，人的价格不是价值啊，价值无价啊，人的生命无价，它是价格。这个价格怎么算呢？德国人啊是个很实在的一个民族，德国人啊就把人的价格给算出来，只有98美分。我再说一些东西，你听听看，这些东西是什么？7块肥皂，一根铁钉。2000支火柴，还有一些硫磺，可以赶扫帚，还有一些微量的一些金属元素，这些种种加起来就是98美分。当然了，不是只说他拿出去卖，就是说他这些制作的成本，火柴本身跟应该就不止30块了，可是他制作的成本很便宜，那些黄铜啊，用在一个小小的那个细细的竹棒的前头。那我就告诉各位，这98美分啊，就是人，人只值98美分，人的身体的脂肪可以让你做出7块肥皂，哦，那个小体积比我胖一点点，你可能9块肥皂，啊，我可能只有6块肥皂，人身上的铁打一个铁钉，
人身上的灵可以做两千根火柴，啊，我们身上所流出来的那个硫磺，啊，如果把我们全部毛细孔给它塞满的话，可以赶出里面所有的跳蚤。这是德国人给人下的定义。各位朋友，你要想想看，人还有什么意思啊？人还值什么？啊，你看随便一只鸡、一只鸭、一麦啊，都最起码150、200、300的。人以价格来算，不如这些东西哦。在2000年的时候，啊，有一家美国很有名的圣雷拉科技公司，把人类的基因图谱排出来。刚开始，他们一直以为人是在万物之上，啊，我们中国有人为万物之灵，在西方有人为万物的尺度，就所有的万物要人给他下定义，人说了算。哦，这个花是红的，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是蓝的，要由人来下定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就认为说人的基因啊，差不多有10万个。后来他们把这个基因图谱排出来之后啊，人的基因就有3万多。结果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新闻啊，他用3种东西来比人到底是差在哪里。他提出了3样东西，第一个他提出是老鼠，第二个他提出是果蝇，也就是苍蝇啊，第三个他提出的是蛔虫。他说人只比这3样东西的基因多一点点，啊，那甚至比水稻还要少，比植物还要少，植物的基因达到10几万。所以我们这样子看过来之后，人你到底算什么？可是圣经告诉我，神用土，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之后啊，向他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若是没有这口气的话，人真的不如蛔虫，人不如老鼠啊，人不如苍蝇啊，我们跟他差不多，跟他差不多。人，你的存在意义在哪？你的存在价值在哪？啊，给人下了那么多的定义，那人到底是什么？说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对人的一个叙述描写。神要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啊来造人的。神要人，代表他在这个地上来做神要做的事。人就因此而高贵了，人就因此成为万物之灵了，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了。刚刚讲到这两个兄弟一步一步的上台阶，我们人真的生存，实际上来讲，在这个世上实在是蛮苦的，啊！你看那个爸妈带着那个儿子坐在那个地方，儿子睡了，应该是爸爸嘛啊，辛辛苦不是，哈哈，辛辛苦抱着他们，从小啊，那边有个更小的 baby 也睡啊，从小就是要把他们抱抱，然后成长，成长了以后就是为了那一口饭。在那个地方日夜的什么忙碌，日夜的操劳，为了就是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跟那两个兄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就是要走上去。你不走上去怎么办呢？你不走上去怎么回到家里面去呢？怎么休息呢？所以人要生存，你就必须要经历世上的一切一切。那当然，生存的基本条件有，我们有工作了啊，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了。开始有我们就要讲究什么生活的品质，就开始有很多的啊，学点乐器啊，啊，去画画啊，学雕刻啊，游山玩水啊，啊，这样两个兄弟一面爬楼梯一面彼此互相的打气，互相的扶持，这个路这个生活要走下去，因为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必须要完成。有一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大师叫林语堂，啊，他说，他把生活形容得很好啊，他说人生就像一首诗，哇，太厉害了，啊，林语堂是如此啊，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如此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读到了美国留学，读到得到了学位，啊，在大学教书，啊，他的一切过得太美好了，啊，他写的什么生活的艺术啊，什么谈话的艺术啊，写了一大堆，他是古代，我们说什么？活在这个云端的人啊，活在云端的人啊，他我们国家的幽默大师啊，他就讲说，
他就把这个演讲啊，叫小女孩子的裙子越短越好。那戒烟有什么困难？我都戒了100多次了。他是一个苦不爱中了，他人生过得像一首诗。可是各位朋友，他到了他人生最后要开门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那时候思考，他该如何的把握住这个生命之钥，生命的钥匙，使他能够回到真正的家。所以林语堂到后来，他原来是个无神论，所以林语堂到后来也信耶稣，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要不讲我们一般的人生活，我们的生活啊，就在两个中间的摆荡啊，两个一个情境的摆荡。我们都要追求生活的美满，我们追求生活的美满，努力的赚钱。有一句话讲说，只因司空见惯，便将红颜轻慢。啊，这句话能不能听得懂？你看那个好听不懂，想听你听懂，那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啊。你看多少的白马王子，那个结婚呢，羡煞了多少人。啊，我们这样说啊，男孩子当独士，女孩子也说啊，女孩子当独士啊，娶一个那么好的，嫁一个那么好的。可是过不了多久，你就发现怎么样？他们分手了。为什么呢？我们偶尔看一下，他真的是美若天仙啊，偶尔接触一下，他真的是白马王子。当你天天接触，天天接触，天天看他，甚至早上起床一转身，你看到你的那一半，嘴角还有流着一点口水。你的白马王子，你的白雪公主的怎么样？马上幻灭破灭，只因司空见惯了，便将红颜轻慢，根本不算什么，啊，根本就不算什么。再怎么好的，司空见惯，说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哦，这是人性哦。说你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虚空，你要去追求，啊，我要追求30平的房子。当你追求到了，你住不了几年，你会发现这个房子太小，我是要换个40平的，接下来我要换个50平的，啊，你去追求所有的东西的外界的物质的东西，你去追求，追求到后来，你会发现怎么样？你会无聊，刚开始是虚空，你想要东西来填补你，再后来你会发觉无聊了，因为虚空完之后，从虚空会慢慢摆荡到无聊。当你把这个东西无聊之后，你会发觉你又有另外一个需要，这个时候又摆回到那个虚空的位置，你又去追求一个东西了。啊，也许你追求你的学识，追求到了之后，慢慢慢慢它又怎么样，会无聊。人生就是在这个虚空跟无聊的两端啊，像那个钟摆一样在那边摆动，但是代表你还是活着。等到哪一天？那个钟摆不摆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死亡的时候，啊，所以说这是叔本华很有名的钟摆理论，左摆虚空，右摆无聊，左摆虚空，右摆无聊，摆到最后钟摆停止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尽头所在。这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生活，我们一步路一步路一步路，就是走向钟摆停止的那一刻。各位朋友，这是你我要的生活。我们的生存，我刚刚讲过了，神要我们怎么样生存，神要我们怎么样的来生活，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啊，才有办法过什么样的生活。说当你还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要你过这种生活不容易，而且真的是做不来。那属人的生命，我们还没有得着另外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也喜欢追求外面的东西。等到我们哪一天信了这位主，主告诉我们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知足了。啊，我们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们就认为很好了。我们一天三餐能够吃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我们会过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喜欢聚在一起唱诗歌啊，家庭聚会啊，去看望需要的弟兄姊妹啊，这种生活啊，真的就是喜乐洋溢的生活，就不会有那个无聊跟虚空在那边摆荡了。你整个的人生就是怎么样，喜乐洋溢的生活了，因为生命的流在我们里面不停的流了。啊，有空的话就是出去传福音，
像今天晚上他们练诗歌啊，练琴练得好好的，不行，哎，要各位来，要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要把这个什么好消息要给告诉你们，啊，让你们过不一样的生活，不只是虚空无聊摆烂，因为这个东西有一天还是要停止。说朋友们，今天你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或者说你们要脱离以前那种生活，请你把你的心转向你们的人，请你敞开你们的心，把我们的话接受进去。你有这个生活之后，你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复活、超越、真正喜乐平安的一个生命生活，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彰显。今天好不容易啊，邀请了大家来到我们中间，听了那么美好的诗歌，诗歌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我们也很希望说用一些话能够给你们，让你们真正的能够选择这个生命，然后过一个不同的生活，然后真正的了解你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我给了这个题目之后啊，非常谢谢这个制作的啊，他在这个地方就打上了一段经节，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前面讲盗贼来啊，无非是杀害、偷窃、毁坏。我们都知道这个盗贼啊，有人讲是撒旦、魔鬼、恶者、黑暗的势力，或者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性，叫我做这，叫我做那。逼着我真的是行善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或者说这个盗贼就是时间啊。我刚刚还是那句话再送给年轻的朋友，因为好几个年轻朋友啊，那个很有反应啊，再送给你哈，你是跟我点头，你爸是不是弟兄啊，你是不是弟兄，你是弟兄啊，啊，我跟你是朋友，你好有反应啊，你好有反应啊。今日红颜亲友，明日白发不放君。时间呢、啊，我们是最容易忽略掉。啊，当金融交通那个电视一开开之后，那就把那个按钮把它关掉，那实在是不太容易。尤其是那个奥运，那个精彩的节目，那真的是出神入化，那很不愿意说离开片刻啊，你怕说失去了那个精彩的画面。我想看棒球，因为每天的好球大家一定要看，那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就是被控制住了，那时间那半个小时就一定是跑掉了，跑掉了，所以那个盗贼啊，我们不妨把它当成是时间，它一寸一寸的，一寸光阴一寸光阴的把我们剥夺，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不太容易，年轻人时间很快，我怎么想你有没有想到说今天我进入花甲之年？讲到花甲之前，我看报纸，人家都称为老翁了。有一次我去买东西，以前人家都叫我帅哥，有一次突然人家叫我说我去上，我往后面看在叫谁，是我站，人家叫我去上，那个可爱的小弟啊，我带他出去说，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你就是公妈啊，然后你说你就是公妈了，你当阿公了，这每一句话啊，就深深的什么刺入到我的里面了、啊。哎，这是盗贼啊，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但是主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哎，它有很重要的关键哦、啊，在圣经里面叫做赎回光阴呐、啊。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走了以后不会回头的，哪有时间跟你说、啊？什么叫做赎回？赎回就是我失去的，我重新把它怎么样？用哎，把它给用有些东西点淡了，我把它赎回啊！光阴可以赎回啊，各位朋友，过去失去了不怕啊！所有在座的好朋友，你们的光阴失去了不怕，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赎回光阴。各位朋友，好不好？今天我们简简单单的听了不多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造我们，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为了要我们怎么样管理这世上的一切，
好，给我们多大的权柄，给我们多美好的一个未来，可是人失去了。好，我们生活，神叫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无聊的虚空的，叫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叫我们好好的跟亲亲爱主的人一同追求，这是我们要的生活。在世上，当你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好的无比的。当然你要过这种生活，你要知道你生存的意义，你如果来管理这一切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来了，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还有一个身份告诉你，就是我们是罪人。保罗甚至讲我们是罪人中的罪人，罪人，我们是罪人，这个罪必须得到赦免。主耶稣钉十字架，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无罪人。有了他，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各位朋友，好不好？就在这一刻，敞开你的心，想想看，岁月不饶人，时间一分一秒的在吞噬着我们，在毁坏我们，杀害我们，偷窃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位主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各位来的朋友们，不要急着离开，时间还不到九点，希望你能够坐在弟兄姊妹的旁边，你把你的问题跟他谈一谈，他可以带着你祷告，他可以把你更深的带到这个真正的实际里面。不要犹豫，今天晚上就是你改变你自己的时候。让我们的主赐福给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荣耀归给主，阿们。感谢主，我们到了聚会的尾声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这个聚会的名称叫什么？这个是主流，是说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叫做诗歌福音聚会。是你来了，你不仅听了诗歌，享受了美妙的音乐，你还能够得到福音。福音它的原文叫做喜乐的浪潮。当你得了主生命的时候，你的里面有一个喜乐啊，像浪潮一波一波的涌过来。所以到聚会的末了，希望这个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个敞开的心。最后我为你们有点的祷告，那你们若是愿意接受主，圣经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你要得着这个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开头就是你在信心里面接受他，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敞开他的时候，他要背负我们的罪孽。而那个接受他背负的路，就是向他敞开心，向他有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我们是不是都把眼睛闭起来？我为在座的朋友们有一点的祷告，你们也试着从你们心的深处来向主有一个寻求。主耶稣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晚上将的诗歌福音聚会，不只让我们借着诗歌能够享受快乐，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开启，主啊，认识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残缺，常常是虚空，常常是无聊，主啊，在这其中摆荡虚度。哦，愿你借着晚上的福音聚会，主啊，给我一个新的起头。主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愿他们的心和灵能够向你完全敞开，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新的生命，使他们脱离盗贼，脱离毁坏，脱离光阴的虚度，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能够赎回他们的光阴。主，谢谢你，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祷告你。主啊，愿你的救恩引导每一位，引导他们的脚步，行走在平安的路上。主，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那我们晚上的诗歌名聚会就停在这边。那若是你接触教会有段时间，你愿意受浸，
我们在这个电梯一楼电梯的出口那边有受浸的谈话，然后有一连续这个一连串这个受浸的流程，希望你能够今天借着信入主，得着主做你人生的新生命。好，感谢主，那我们聚会停在这边。